Hello，大家好，我查克爸爸。我原本的计划是这样，就是上礼拜的时候，我出了两支影片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移动2099的新移动牌组，然后一个是经典的 Destroy 摧毁流牌组，配上关破。然后呢，我原本想要在今天比赛完之后，然后明天出一支我七月初上无限的，就是这个现在画面上这副牌组，我原本想要做这一副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前几天的时候，就是看到那个 OTA 的那个。哇，一切都变了，就是这副牌呢，已经Mockingbird Blob 都被调整了嘛，对，但是我在刚开台前呢，我还是稍微配了一下，就是这副无限阿里，这副我也是推荐大家玩，如果已经上无限的，用这副爬一下，蛮强的哦。那如果还没上无限的，这副欢迎拿去使用，好不好？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收看更多查克爸爸影片。本频道的会员机制正式开启喽！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呢，记得用电脑版的 YouTube 到查克爸爸频道的首页点选加入，了解一下各种会员福利哦。我记得手机能加会员的功能 ，YouTube 的 YouTube 公司只开给一些比较大咖的，比如他们才会配给手机开会的功能。像我这个4760兆订阅的这个奈米 YouTuber， 好像不行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的话，你可以教一下我们的观众好不好？哇哦，下一张是奥创，哼。然后这个给我这一个 ，OK 啦。嗯，我的，我还不看呢、啊。我想说看个聊天室再回来看的。完蛋了，各位完蛋了！我有一个预感，我们的中央车站等一下会把奥创拉出去，怎么办？欢迎加入茶霸的伙伴，谢谢 KS， 感谢你的加入。我们等一下。好啊好啊，帮我确认一下，帮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感谢加入，感谢加入。那我刚刚，比如说你已经加会员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是我们的伙伴，我们的友达了。但是呢，你只要留言，对，就有抽奖的机会，就有抽奖的机会。懂我意思吗？啊，等我这场打完，我再来讲解，好，仔细讲解。哎、欸，他把这个撞掉了，感谢他、欸，哎，感谢黑暗大法师商鞅，把这个撞掉，不然我刚刚奥创就被抓出去了。然后等一下用个奥创来制裁他一下。这样伤害应该够吧？好，来，应该够吧？我已挣脱束缚。GG well play， 黑暗大法师商鞅，谢谢你的四个魔方。那这个副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已经因为这次的 OTA， 我们的 Mockingbird 啊被改成60了嘛，从59被改成60了嘛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大块头 Blob 也被改了嘛，对不对？它这个不能，它移动持续的那个不能被移动的效果被改掉了，所以不能用这个小淘气或者是模型女去做一些 combo 了，改动了，但是这副牌呢，并没有被改动到就烂掉不能玩，它算是平衡了一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 OTA 之前，如果就有玩阿里这一副的话，上分比较好上分，更强势。那 OTA 之后，现在还是可以玩这副牌，因为它的强度还是很强。我分享给大家。哎，可以升级哦，可以升级，对，可以升级。Juggernaut 哎，留着。
看来对方优势了一点。我觉得我的奇莫男爵跟红坦克就先出去了，待会直接让萨斯瓦奇也出去。反正他费斯托斯了嘛，我就把他占为己用。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走，就这样决定了，舒服啦。他右边两张感觉是要什么 combo 之类的吧？左边就这样被我塞满了，红坦克好强啊！结果我抓到他很巴库哎，我抓到他很巴库。上气吗 ？OK， 完全不影响，完全不影响，就这样喽，就这样吧。是上气吗？哦，不是，是 Doom 哎、欸。我赢了，各位赢了。果然他没那么好运。Ruby， 这一次的电影里面会有2X23哦，你们知道吧？他长大了，他真的长大了。他从七年前演 Logan 的那个小 X23 长大了，变成大 X23 了。你们知道关破是谁吗？是谁演的吗？我发现我这个字长得不好看，我等一下再改一下。我们还有 SK 在手上，好狠哦！啊，就这样吧，没关系。敲一个死亡女神出来也太坏了吧！七叶猛狗。谢谢 Ruby。不错，记得会员可以猜五个，随便猜看看，猜啊，尽量猜啊。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喷烂他们！二哈！这样好不好？好了，就这样了，这样我不亏齁，对不对？所有系统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是比较好。好，我觉得这样是对的，不要下 block。我觉得这样是对的。他一定拉一个 marking bird 之类的出来啊 ，Harvick 也可以 ，Harvick 也 OK。Yeah，Yes。
Yes， 对对，星光堡垒 ，Valentina， 哎、欸，这么好、哦。这样岂不就让他知道我的秘密了吗？各位，可恶哎，他这个偷的好狠哦，对不对？啊、被他的 move 救了一命哎、欸，我刚刚这个。这个阿里牌组给我这个 combo， 我觉得很强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再配上海拉拉回来，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结果被他的 morph 看穿一切，好可惜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阿里神的最后一把，已经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牌组了，然后还来一个怪奇世界，真的是够狠的、欸，真的是够狠的、欸、这个。我们摆在这里，它会有个压力。如果它的能量没耗完，我这边会再加三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Oh my god！ 我没有想到我的 leech 被他拿过去，扛到我自己的 blob 头上了。My god！ 结果我又抽到 marking bird， 又返回来一局，蛮猛的啊，各位。等一下换牌组了，我们冲一下。No， 早知道不 snap 了，不 snap 的话，我这个影片可以当成那个哎、欸，剪成这个实况精华，分享给更多的在看 snap 的朋友。